我们先拍张照，做封面图，纪念我们的钻石，给他拍张遗照，好不好？好，先给他拍张遗照，致敬，向钻石致敬，感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即将变成一台风之痕。各位观众们，我接下来帮大家抽台服最新的 A 车风之痕，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车的下面呢也是极短的，好不好？希望呢他等下不要让我失望。可以加入风之闪电的家族，那它的特性呢是每四次使用双喷或空喷的时候会立即获得小喷。等一下我们来可以测试一下它双喷跟空喷的这个获得小喷的方式是怎么样。那它的抽奖方式呢，在商店是有特惠宝箱可以买的，有点券可以买五个，我们就先把五个点券的买起来。钻石的特惠也可以买五个，就是半价的那种概念，比半价再便宜一点点吧。然后呢，由于小草氪金的关系，所以他这里还送了2、4、7、11、15个。然后他活动呢还有送两个，总共有27个。我们先把这27个全部打开，叮，瞬间点 all in 啊，什么都没有，好吧，获得白鳞三天。接着呢，我们就直接来实测，直接开抽。这个第一个呢，风之痕优选宝箱，这个我就不买了。感觉它这种永久的几率也蛮低的，我自己的感觉啦。我们就直接刻这个宝箱，直接把它抽到永久。那我们就50个50个买，立即使用50个。谢谢大家，我们抽到我们要的车了，爱神之吻。这个第二个50个，现在127个了。然后第三个50个，第四个50个。第5个50个，钱烧的有点快，好不好？好，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先把它买到整数，好不好？247，我们先把它买到280。280了，很好。接着呢，我们10个10个抽，看一下什么时候会抽到呢？我们这个非洲草的称号呢，果然是名不虚传。290。300，301，302，303，啊，好悲哦，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了。330，好不好？非常不错的数字呢，330，很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改装这台风之痕。我把我的视讯往上移，这样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一样，我们先把所有的改装都先给它按到有分歧的地方。甩尾王子，好不好？观众朋友们，你想要当甩尾王子的呢？涡轮你可以改左边。怎么是甩尾王子啊？作者你是不是喝呛了？那最后呢，小草把它改满了。第一个分歧呢，改左边，有增加小喷时间跟小喷动力。第二个分歧呢，一样是改左，平跑最高速度，氮气最高速度，氮气时间，小喷动力。然后第三个呢，大家可以当个甩尾王子，好不好？这个名字实在太棒了，我们就直接成为一个甩尾王子。这个小喷动力、小喷时间跟小喷最高速度加2。然后最后一个呢，也是改左，基础动力、氮气跟小喷最高速度跟小喷时间加2。那最后一个呢，也可以改中啦，中的话呢，氮气的时间会长一点，可是呢，最大速度会再掉一点。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左。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台风之痕的速度。双喷最大速度是245.1，CWB 可以到308.4，很快，其实直线速度很快。WCW 是289.9，那 WCWB 呢？313，整体的速度是很快的，小喷的时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氮气延续不会太难做。但是呢，它的这个被动呢，就是每四次双喷的时候会再多一个 W， 所以我现在已经三次了，你就可以 WCWW 在这个弯。对，这个是它的一个被动使用的方式，这是第二次。这第三次，再来这第四次，我记错了，有点难记的被动呢，很好，那我们就来用一张没有空喷跟落地喷的去测试一下它的那个这台车的性能怎么样。
刚好可以用一个 WCW 的跑法，就是这台车的一个被动方式使用方式。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里会触发是不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那这里就会触发。然后第一次，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好，这里可以续三次小喷，一、二、三，好特别哦，第一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来哦 ，WCW， 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里也可以 WCW。我靠！等一下，头好痛的被动哦。等下我们输到哪里？我们输到哪里了？哦，怎么多了一喷？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一次是快速出弯不算。那这里就可以 WCW 了，很好，哎呦，风之闪电，第一次，然后第二次，这快速出弯不算，第三次，双杀弹射 WCW 不应该不行，手会打结，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好，这里要来咯，很好，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哎呦，第三次，好，接下来要 WCW 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哦，好，这台车跑到头会裂掉了，很棒！哦，我觉得不要记他的被动，我专注跑都还比较快。就先去排位实战，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台风之痕。基本上呢，我觉得不用硬去记会好一点。你跑久了，习惯了每一张赛道，它会固定出 WCW 的位置之后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使用，有点像是璀璨之星爆被动的这个时间点。完了，这车是不是没救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那个被动了。哦，出被动了，很好。重点是他还会有空喷，然后让他触发那个被动。这里用甩尾的方法。太抽惨了吧！我是风之闪电呢，啊，又多了一喷，很好，这台车，再一个 CWW， 就这里会有一个空喷，那这一次就会有了吧？哎呦，这次会有，注意啦，三喷，哈哈哈，哦，头要裂开了。这个多一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哎呀，转不过去，转不过去，很好，弹射，侧身，氮气出弯，
有没有再多一盆？氮气延续，好吗？精髓，哇，都要裂开了，很好，我们跑了一个，转不过去，不愧是，丝毫不愧对闪电家族的这个称号，很好，转不过去，转向不好等于什么都不好，不会，因为比赛其实 是需要换车的，只是如果你一台开到底的话，肯定是转向车比较通用嘛。哦，给先一个双喷 ，TWW， 这里，哎，我怎么突然被动了？一二，所以我用了一次空喷了，然后这个是第二次，第三次，哈哈，等一下，他把我小喷吃掉了，那我的小喷嘞？你不可以触发被动就把我小喷吃掉啊！再一个弹射，哦，你看多了一个小喷，多棒啊！这个被动，一二 ，C W W， 他又要吃我的小喷了，不要，我要先点掉，我受不 了，那个小喷，但我的被动不见了。哎呦！完了！耶、yeah ，多一个小盆，弹射，很好 ，nice。这是考验大家记忆的一台好车，我已经快记住了。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边算它的被动，一边跑，让大家知道呢，它被动什么时候会触发。OK， 来算一下什么时候触发被动。好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直接被撞掉哎、欸，我头好痛哦！第三次，那接下来就会有了。然后第一次，第二次，那这里会触发一个。哇，这里也会触发。一二三四五六，第一次，然后第二次，这次没有。对，下一个弯会触发，这个弯会触发。第二次，哇，失误了！哇，有外挂！我算的那么开心，然后有外挂，我还以为我赢了。哇！害我玩那么开心，我很专注的在算我的双喷，结果就读秒了。干你的外挂，千钧 ，QAQ， 举报。